欧美，欧哥玩欧美。大家下午好啊！歡迎所有嘅新朋友、富貴嘅代理同埋你哋嗰啲家屬啊朋友啊！今日第一次嚟到呢一度，今日我哋嚟呢度係做啲乜嘢嘅咧？線上嘅活動咧，大家已經習慣噶啦。大家而家一見到面嘅時候就會講啊，食飽飯未啊？唔係，而家啲人唔係咁噶。而家啲人見到面嘅就係、是，你打咗 vaccine 未？啱冇？就係、是、因為好多人唔想出門，好多人擔心，所以有咗今日嘅呢一個嘅環節嘅。咁呢個環節呢，我哋係帶你去現場，你喺屋企坐住好舒服，吹住冷氣嘅情況之下，我哋帶到你現場去參觀，去遊覽我哋富貴嘅生命館嘅。咁今日睇到呢一個嘅位置，大家都所熟悉㗎啦，好多人都知道呢個係全馬第一亦都係唯一嘅五星級嘅骨灰殿位嚟嘅。咁呢個位置喺邊度呢？佢嘅 location 我哋叫做策略性地點。點解咁講呢？因為無論你喺東南西北嚟都好方便，佢就係市中心啦。咁左手邊你會見到嘅係我哋所熟悉嘅 Jewish 嘅 building， 右手邊呢就係廣東宜山。所以呢個個位置呢，基本上好多人係好方便嚟嘅。咁今日我要帶大家去遊覽呢個地方呢，我哋首先去想像一下，我哋好似呢、這個叫 Virtual Tour 啦，去參觀呢度嘅。咁我第一件事帶大家入大門口先。去到大門口呢度嘅時候呢，呢個位呢就係、是汽車入嚟嘅位啦。你一入到嚟嘅時候，我第一次嚟嘅感覺就係、是、呢度係咩酒店嚟嘅，係嗰個嘅嗰、那個 grand 嘅 feeling 啊，就好似一個 hotel 咁樣。啱，酒店式嘅呢個設計就係我哋嘅首選嚟嘅。好啦，咁入到嚟呢度嘅時候呢，我會講下呢度 building 點解咁多人會去揀買喺富貴生命館呢個嘅地方。今日我哋好似介紹 property 咁樣啊，房地產點解呢？房地產就帶你睇屋啊，睇 condominium 啊。咁今日我哋睇帶你睇嘅呢個屋或者呢間房咧，係住 wing 九嘅，所以更加佢留心睇嘅。咁呢個 facilities 係一個大環境，我哋首先睇下先。入面一入到去個 lobby 就好似 hotel 啦。呢、這、一個個 hotel 咧就好似我去到嗰啲好高級嘅 resort 啊，register 咗先，跟住就上去。咁喺呢度一樣嘅。咁今日大家唔需要。揸车嚟到呢度啦，就睇到现场系咁样样噶啦。所以我哋坐电梯上去嘅时候，就会去到一楼啦、二楼啦。咁一阵间一步步带给大家睇下。咁点解咁多人中意买呢一个嘅环境呢？首先第一样嘢就因为呢度嘅 facilities 或者系我哋叫做我哋嘅呢个设施咧系好充足嘅。最私例，好多人嚟到呢度嘅时候就谂到啊，梗系嗰啲阴阴沉沉啊，唔好舒服啊，唔会嘅，你完全嚟到呢度好舒服的感觉。突然间喺下昼时间，你想哦，你呢度参观，去追思，去追讨你屋企人嘅这个思念嘅时候，你要忘记买花喎，冇问题。我哋呢度咧已经设立咗 modern feel 嘅呢个花店，咁你可以喺度马上就买到花啦，你唔需要特登再去买花。咁啊，去到买完花之后，你想食啲嘢先上去得唔得？得，呢度有嘅 restaurant 咧，话呢间咧中式咧，好似。咩边间酒店啊？啊 ，Concord 酒店嗰个嘅 feel 啊 ，OK 嘅 restaurant，OK 喺度食嘅美食。跟住你讲啊，我想食埋个 cheesecake， 饮埋杯 coffee， 我先上去系拜祭我嘅祖先，咁得唔得？呢度嘅 VIP lounge， 但系要强调一下，介绍下打下广告先啦。呢度嘅 cheesecake 啊，系 best in the town 吓，我个人觉得你一定要嚟尝试。你食完咗，仲要成牛买翻去先。所以呢度就好似去到一个酒店咁。好，咁嚟到呢度，你讲哎呀，突然间我带唔够镭添，想揿一揿镭，又或者你想赚钱，呢度有埋 ATM machine， 好多人都问，做咩要有 ATM machine 咧？各位，好多人都会特登揸趟车北京嚟呢度揿镭，点解安全啲？有啲人咁讲啦吓。好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呢度有个 Palace 呢个追思礼堂啦，咁好多人都嚟过，因为有个追思礼堂呢度嘅位置系好舒服嘅。OK， 固然平时我哋就好少嚟呢个位置嘅，因为呢度喺。当是有往生者的时候要我们经常叫做追思会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这里的。那这里都有这个 facilities 了。
好啦，咁喺我哋未参观之前咧，我哋会带大家去到呢个系一楼同埋二楼嘅。当你喺 lift 一出嚟，个门系一行到，你第一个感觉就系哇，点解？嚯，咁靓嘅！佢比酒店嘅古典式嘅呢个嘅设计更加靓。佢嚟到呢度好舒服，有啲直头系坐住影相打卡，因为你完全系感觉系 hotel 嚟噶吓。咁呢个嘅 open area 咧，系俾我哋去休息、去参观嘅时候去用嘅。咁好啦，咁未嚟，而家正式要带大家入个 tour 啦。呢个 tour 咧，我哋会今日会呈现三间房俾大家嘅。咁呢三间房，我将佢分为三个 category。呢三个 category 咧就系、是、就好似今日你要买一个 condominium， 你去到吉隆坡 KLCC 附近，例如呢个 Mark Residential 啦，喺嗰度买 property， 去买屋，咁呢度嘅价钱系最高噶啦。OK， 咁除咗呢、这个，你讲要平过 KLCC 嘅喺边度咧？啊，你会谂到系崩沙。咁崩沙嘅价钱咧，我哋做中间位啦。咁崩沙你过后，我想最低少少嘅，平过崩沙少少，但系个 facilities 同埋个靓设计都一样要咁好嘅。咁你可能会谂到达曼沙啦。咁今日我哋就会带你睇 KLCC 啦、崩沙、达曼沙嘅嗰种设计嘅价钱。大家准备好未？好啦，咁我哋马上入我哋嘅 virtual tour 啦。首先大家参观到咧，呢个咧就系我哋喺 Hall A1， Hall A1 咧就一楼啦。咁呢间房咧系有个设计系11至 S11 同 S12 两间房系连接同打通嘅。首先睇下我哋嘅呢个 mirror floor 先。呢一间房佢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有个 mirror floor 喺呢度。咁喺 mirror floor 嘅对面，我哋入去呢个右手边吓。咁对面咧，就呢个 room 嚟噶啦，咁你会见到，呢度嘅设计有四张呢个台，四张呢个 sofa 系啱，呢个系俾当你嚟呢度醉思或者拜祭嘅时候咧，系有个地方去休息嘅。大家有冇留意到成个环境？你感觉到乜嘢？好舒服，好光，除咗有水晶灯，地下嘅蜡咧，直头蜡到系零零嘅，系有反光嘅。点解会咁样咧？我想讲嘅就系、是。我哋可能会谂到啊，一年嚟一次啦，清明先嚟一次，其实唔系嘅。其实你间唔中可以入去呢个 VIP lounge 嗰度食下 cheesecake， 你呢度食下 dinner 啊，或者系食个 lunch， 跟住嚟到呢度咧就可以拜祭。佢就好似住喺一个酒店咁。咁除咗呢个之外，你嚟到呢度嘅时候，你就睇啊，咁呢啲一格一格嘅，顾名思义就系我哋嘅个会位啦。咁我哋又分单或大嘅或者细嘅，咩意思呢？细嘅只一个人住。大家就两个人住，有啲叫单位，有啲叫双位嘅。咁嚟到呢度，我哋首先睇下嗰个门板先。嗱，呢个 virtual tour 去方便嘅地方就系、是、你坐喺屋企，你唔需要走动，我将你嘅眼睛带到去前边嚟睇嘅。呢、这个嘅设计咧系 lotus 即莲花啦，系有呢个好靓嘅呢个玻璃嘅水晶板门啦。好啦，咁呢个嘅板门咧。大家睇完过后，你第一个问题就问：哈，呢、这个价钱系几多钱先？呢间房啊，系价钱几多钱先？好，我哋马上出个价钱俾你睇。嗱，单人咧即系细位啦，系由23,300至到31,300，大家 screenshot 上嚟。咁你会问我：点解个价钱由20,000到30,000嘅？因为佢有唔同嘅楼层，所以有唔同嘅价钱。就等于我哋去到 KLCC， 你买10楼同买30楼，梗系唔同价钱啦，因为佢有唔同嘅楼层，有唔同嘅价钱嘅。好啦，咁你问我双位咧？双位嘅价钱系几多咧？双位系由45,800去到86,800，哇，86,800咁高价钱嘅，啱。今日你所见到嘅咧系物超所值，同埋所有嘅价钱都仲系未优惠嘅，即系未 discount 嘅。所以你记住，你讲，我中意呢个位喎，我 screen 出嚟先，跟住我再睇下隔篱间房，再做一个 comparison， 好冇？好，我哋出翻嚟先。咁嚟到呢度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我哋睇下头先个 mirror 火先，喺个 mirror 火嘅。下低呢个位置咧，有一个我哋叫做 duplex 嘅，系呢间房特别嘅设计嘅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四个人一起住嘅。咁四个人一起住，你想知道咩价钱？问翻带你嚟嗰位代理，好嘛？好啦，而家我哋过去隔离房。嗱，过去隔离房咧，我哋直行，入到嚟呢度啦。佢个颜色即刻由金色转到去有呢个 pink rose 嘅感觉，睇唔睇到？嗱，每一个房间咧系好阔嘅。点解我哋要阔呢？因为藏风聚气。一定要有咁嘅環境咧，先會覺得舒服。好啦，咁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咁你睇嚇，睇下佢嘅板門同隔離嘅房有咩唔同先，睇睇先。嗱，佢嘅設計咧係由 pink rose 嘅感覺嘅。咁呢個咧就係牡丹花，咁牡丹花就代表係純潔啦、舒服啦、慈善嘅感覺嘅。
咁呢度你會覺得哈，呢、這個同我設計隔離嗰個，其實佢又冇一定係咩宗教喎，啱你講得好清楚啦。佢唔一定係要係佛教徒先可以住嘅，我呢度叫做 free thinking， 即使係你有宗教或者冇宗教信仰咧，你都可以選擇呢個位置嘅。咁你睇唔睇到上邊咧嗰個版本有個號碼？呢、這個號碼咧就係、是、所有顧客會諗噶啦。我首先要諗我嘅樓層，我要1234567890樓邊一層。第二，你想中意邊隻號碼？38、28、58、68啊？到時你就同你嘅代理去睇翻個圖，跟住去揀位。嗱，我出翻嚟先。你睇到呢個嘅壁，我哋到成個窩啦個設計啦，係睇唔睇到留意到喺下低咧有一個紅色嘅嗱，望一望下呢個位置，望一望先，睇到啦，哎呀呢個位啦，睇到呢個位啦 ，OK， 嗱等下先啊，睇到呢個位，呢、這個位置下低咪一個 table 嘅，佢打開出嚟嘅，睇唔睇到呢、這個位 ？OK， 呢個位，呢、這個咧就係 tray 或者我叫 table 啦。这个 table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去带鲜花去拜祭先人的时候呢，这里是可以拿出来打开出来，跟着你可以放在鲜花上面的。好吧，那你就有一个 trade。那你说啊 ,Elton, 你好像没有跟我讲到这里的价钱、哦、那刚才我们两间房的价钱呢都做了一个 comparison 的了。好好没问题，我再给你看多一次啊 ,S12 的这个版本和是个价钱的。那这里的价钱是多少呢？看看。单位嘅系由23300去到44800嘅，咁双位嘅咧就系由45800去到86800嘅。咁你要问我，诶，买双位嘅咪好啲？哦，其实系你个人中意嘅。咁每一个人住都，我可唔可以买双位嘅？可以，就等于你买张屋企买张大床，但系你自己一个人瞓觉啫，冇问题。就等于你买一间 bungalow， 佢有十间房，但系你中意一个人住，所以系你个人嘅喜好嚟嘅。好啦，我哋出翻嚟先，睇完咗呢两间房嘅时候咧。有咩心意嘅感觉呢？你想买边一间房边一个楼层呢？咁你之后同返你嘅代理讲。咁好，咁我睇完呢两间房，我哋而家去另外一间房啦。我哋带大家上二楼啦。Hall B2 呢个就係二楼。咁呢间房同头先嗰两间有唔同嘅地方喎。入入去睇先。嗱，当你一行入嚟嘅时候，你觉得喂呢、這个感觉俾到我係一个 pure, 好纯洁。除咗干净之外呢，佢好宁静同埋佢好简单嘅。嗱，我哋直嗱睇下呢間房嘅特別之處咧，佢就係兩間房連接嘅 ，OK， 連接嘅 ，OK， 好啦，咁睇下個版門先。嗱，當我睇到版門嘅時候，我唔使解釋啦。咁呢度就係屬於專設計俾 Christian 噶啦。咁呢個價錢係幾多錢咧？我哋睇睇先。嗱，假如佢係有單位嘅，係由22300至到30300，現張上線。假如佢係雙位嘅咧，佢係由40800去到59800嘅。诶，你讲呢个价钱啱我啲喎。嗱，头先我带你哋睇嘅咧，就好似 KLCC 隔篱嘅 Mark Residential 嗰个价钱。而家你嚟到咧，就去到崩沙呢个价钱，即系中啲中价钱啲嘅啊。一阵间我再睇大家睇答案查啦。好，我哋离开呢个版本先。嗱，头先个版本最靓嘅设计咧，就由中间有个灯嘅，所以你见到呢度系咪好光 ？OK， 望望上边。嗱，我大家嚟到一定会望望上边，望望下边嘅。上边咧就有好靓嘅水晶灯，同埋个设计咧就比较 Europe type 啲嘅。睇下地下，点解我地下要讲干净呢？大家细心谂一谂，呢、这个地方点解会咁多人中意？点解佢会咁干净？因为两个字，因为有管理，有专业嘅清洁嘅管理。所以你嚟到呢度，你几时嚟都好似睇到一个新嘅 building。所以呢个就系点解我哋讲头先讲嗰个价钱咧，系包括咗 maintenance all in 咗噶啦。你唔需要之后又再加呢啲，每一年就要俾嗰啲冇呢啲收费噶啦，所以好清楚。好啦，我哋而家行出去个房间少少先。同樣嘅呢度都係有九個樓層嘅，12345678910嘅。咁我哋行出去啦。OK， 睇到呢一度，我又想睇下呢兩間房邊一間我會中意咧。咁你問翻你嘅代理，點解咧？因為你可能你中意嘅位未必又可能已經被人買咗嘅。所以我哋經常都講嘅，手快有，手慢就冇啦。你中意邊一個樓層，邊一個號碼，所以盡快一陣間 after 咗呢20分鐘嘅時間咧，即刻同你朋友攞個 floor plan 或者個 map 去睇一睇，跟住就落booking。而家 booking 都好簡單㗎，我哋叫做 mobility， 即刻上網 mobility 就可以 check 到呢個位有冇人，冇人嘅話咧，你馬上 booking，OK，、okay? 馬上做個 reserve 上嚟 ，OK， 之後俾錢，跟住就可以購買㗎啦。好，跟住落嚟咧，我就帶大家睇第三間房啦。呢三間房咧都係喺二樓嘅，咦，金碧輝煌、金金黃黃嘅呢間房啱，呢、這個房間我哋叫做
觀音之蓮。觀音之蓮，顧名思義，就好適合佛教喺度噶啦。睇下睇唔睇到？停一停先嗱，睇唔睇到？誒，波耶波羅蜜多心經係呢度嘅心，呢度嘅心經呢個嘅設計咧，你睇落去係好 high class 嘅。點解咁高貴呢？金色、黃色同每一個字已經係雕喺度噶啦。咁呢間房嘅特別之處咧，佢就係空間好大，佢一個好大好大嘅 hall 嘅環境，睇唔睇到？同頭先嗰啲唔同嘅，頭先嗰好似一個 private suite， 一個 private suite 嘅 room 咁樣，所以呢個嘅價錢比頭先嗰兩個咧就再平少少嘅。好，我哋行一行去。嗱，我想講嘅先，你嚟到呢度咧，呼吸一下先。阿高賢，你哋呼吸唔到啦，我代表大家呼吸。你唔會聞到哇好俗嘅煙味啊、香味冇嘅，好舒服，就好似我哋去到酒店、去到 resort 個感覺好 fresh 嘅。點解？因為呢度係唔可以裝香嘅嚇，呢個位置。因为全部都是冷气的位置，看看是个台和个凳啊。为什么每个地方一个小小房空间，这个是 S20 啦，都有个台和个凳的呢，啱，因为方便后人来的时候就坐。你想一想，每一年清明的时候，其实乜年要清明的，有些人就喜欢在过年前后会过来，那个环境是很舒服的。同样下底都有个 tray 给你去放这个鲜花的。那我们再走入一点，我特别去介绍一下大家呢个 S25， 呢个 S25，OK， 我哋睇下由呢间房停一停，佢个空间比较大啲，所以我哋叫做呢个系好 hot sales 嘅，好多人都好中意拣呢个位嘅。睇下佢个门板先，嗱，睇完个门板咧，你就想问啦，诶，呢个观音好靓，好舒服，好庄严啊。咁你要问我价钱系几多咧？好，我哋睇睇价钱先。单位嚟讲咧，系由15,800去到24,800，诶，即刻感觉到又一字出现啦，十零千啫，系。啱嘅，呢個係單人嘅。咁你講雙人嘅話咧，就係有29,800去到48,800，都一樣啊嚇。佢係未 discount 嘅，未 discount 嘅意思就講趁而家 MCO 嘅期間，富貴集團係俾咗個好高嘅優惠，而呢個優惠係過往31年都未出現過嘅。所以點解一定要把握呢個機會就喺呢度啦。好，我哋睇完咗呢個價錢 ，screenshot 完咗啦，我哋出翻嚟先。我哋行過去隔離個房間，睇到冇有25啦、26啦，一路個號碼行住去嘅。佢个设计全部都是以金色为主、白色为主嘅。好啦，我哋再行前去。OK， 我哋行翻出去个房间啦。好，所以系一个好似一个圆圈咁样样嘅，呢度一个 round。好，我哋慢慢再行多两步俾大家睇睇。好，睇睇个上边，全部都系有好靓嘅石灵啦。地下亦都好乾淨，都講點解會咁乾淨？因為每日都有人清潔同打掃嘅。雖然今日係我做 MCO 期間，你唔可以親自嚟到呢度，但係而家你睇咗，其實個感覺已經好到位噶啦。只不過你去聞唔到呢度嘅呢個磁場同埋嗰個好寧靜嘅氣味啫。好啦，講到呢度，咁頭先我價錢都已經一一去介紹咗啦，所以大家影住呢個相。咁你覺得你中意頭先第一個房？第二個房或者是這個第三個房的話，那就聯絡你的代理，馬上去看個圖，選擇你喜歡的樓層和號碼。好，我們出來了。來到這裡，我們又去回那個大門口。下一章我就會講最重要，今天你最想聽的東西，就是為什麼今天要買，為什麼今天要買。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這件事不急，遲些先。各位，好多嘢都可以遲，但呢樣嘢唔可以遲。OK， 點解？因為你會問我，我想慳多啲，越多越好，即平啦，即優惠啦。咁就係因為而家第一個原因係高達 25% 嘅，可以係 10%， 可以係 15%， 可以係 25%。咁選擇權就由你嗰度啦。你想高達 25%， 咁你就揀有優惠 25% 嘅配套同埋個產品。OK， 馬上聯絡你個代理啊。第二樣嘢就講緊 GHR， 今日富貴集團做到31年。有个好礼物，好吸引嘅礼物，想送俾指定嘅顾客，指定顾客啫吓。嗱，头先我哋大家睇过嗰三间房咧，都有收榴莲嘅 GHR reward 嘅。嗱，记住唔系真系净粒榴莲送俾你啊。咁呢个 GHR 系咩嚟嘅咧？嗱，我用少少时间嚟解释一下。咁我哋公司嘅创办人邓书光咧，佢经常都谂到吓，有啲咩优惠，有啲咩礼物可以送俾我哋嘅指定富贵嘅顾客嘅。咁一样嘢系咁吓，不如就咁啦。佢喺拿坞有428吉嘅榴莲地，而呢个榴莲地喺2016年已经 freehold 嘅时候卖咗落嚟，咁佢呢度已经种紧榴莲树，顾名思义，大家都知道
嗱，好種榴槤梗係貓山王啦。咁呢度大部分嘅樹咧都係種貓山王嘅。咁呢個貓山王嘅榴槤樹會喺2024年嘅時候咧就開花結果，就有收成噶啦。咁就諗到，不如到時咁啊，榴槤指定顧客，我請你食榴槤。咁一年有兩次季節啊嘛，咁可能請你食30粒，請你50粒，請你食60粒咁。咁個問題嚟啦，唔係個個人中意食榴槤嘅，其一。其二，佢唔方便啊嘛，有啲喺檳城，有啲喺佐科，有啲喺沙巴、沙拉巴，唔通坐個飛機落嚟，飛落嚟攞你嗰50粒榴槤，又唔係好方便。跟住我哋就再諗，喺、不如就咁，到2024年收成嘅時候，當個榴槤收成，我哋攞去批發商賣，賣完咗過後，扣除曬所有嘅 expenses 過後，剩翻嘅錢就好似禮物咁樣送俾我哋嘅富貴指定個顧客。佢、咁又唔同喎、到最尾你係攞到嘅係錢，唔係榴槤。咁你中意食榴槤，咪再買榴槤咯。咁你中意攞錢嘅，你咪收住個錢咯。咁下一個問題，你就會問我：，咁呢個禮物咁好，攞幾多次啊？攞一次，攞兩次，係攞足30年嘅。咩意思30年呢？意思就係話，假如你今日買咗頭先我哋所講嘅房間嗰啲嘅骨灰電位，你買咗過後，你幾時用？呢個係下一個題目。幾時用唔重要，最緊要買咗落嚟，你擁有咗佢先嚇，你未用佢。咁你就可以喺2024年就開始攞到呢個獎勵，長達30年。OK， 咁長達30年嘅意思就係咩呢？每一年佢嘅收成，大家都有錢分，就好似你係一個榴槤主嘅老闆咁。你唔需要識種榴槤，唔需要賣榴槤，你中唔中意食榴槤唔緊要，最緊要就係而有得分呢、這個獎勵。咁你就問：哇，咁抵係？但佢幾多呢？假設你頭先買一個產品係大概50,000嘅，你嘅分嘅獎勵喺30年加埋，分分鐘係高達200,000嘅。冇聽清，冇聽錯，你聽到好清楚，50,000、200,000係有咁大嘅吸引力。咁但係呢個優惠咧係限時間嘅，好 limited 嘅，時間到咗同埋冇曬就冇曬㗎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呢個機會。咁嚟到呢度，我俾大家睇咗個 slide， 帶大家去睇睇呢個咧就係 Durand Garden， 亦都係。我剛才所說的鎮署那個的榴槤地428吉在這裡種植的，這裡種植已經超過14,000棵的榴槤樹，88,000貓山王，有28,000是 D24， 有些是竹腳。那好了，那這裡的榴槤跟你有沒有份，就看今天你有沒有做這個決定了。你不需要賣，你不需要出任何錢去種植榴槤，但是可以分到榴槤的這個分紅，這個是唯一一個機會來的。那去到這裡就講第三樣東西了，点解一定外卖？呢度先至打疫苗啱，我哋鼓励更加多人去打疫苗，所以你只需要购买咗我哋嘅指定产品，跟住俾我哋睇睇你嘅 MySugestor， 你系有 register 打疫苗嘅，打咗未打唔紧要啊！你有 register 咗打疫苗，跟住仲有买我哋产品嘅话咧，咁就可以有一个 lucky draw。所以呢个 lucky draw 就睇你运气好唔好，我哋就有个奖品送俾你噶啦。意思只讲又卖。又打疫苗就有 lucky draw， OK 一份嘅。咁好啦，咁另外一样嘢，最后第四样嘢亦都系 last 啦。呢个咧就系超值优惠，只要你卖上超过20,000嘅产品，即系福地或者系呢个骨灰位咧，即系头先我所介绍嘅三间房都有嘅，就马上唔需要 lucky draw 啦。呢个未 lucky draw 之前，就马上再送咗你呢一个 X30 啊，呢个唔系 X70 啊 ，X70 Extreme 嘅呢个无线吸尘机，呢个无线吸尘机，咁你就可以攞翻屋企噶啦。咁喺你未攞翻屋企之前，你要諗一諗，哈，我要買邊一個位，邊一個樓層，咩價錢，你要攞幾大嘅優惠，你要 25% 啦、15% 啦、10% 啦，定係更加好嘅一個位置，你咩位咩位同埋咩樓層呢？咁你就馬上同你嘅代理去聯絡。咁你睇完覺得唔過癮嘅，可以再翻睇。假如仲想再睇嘅，你都可以預約時間係嚟到我哋嘅富貴生命館去參觀嘅。咩時候？是这个时候就最好了， OK， 拜六礼拜我们都有营业都有开门的。那好了，今天我们的简短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多谢各位的出席，下次再见。